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81面，481面。第五行看起，又无量寿经起心论，一名一念与智性回向之智。这一段是乾隆年间彭济清居士他所著的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，这一段非常精彩啊，把这个法门呢说绝了，讲一念跟智性的回向。论语：一念智性回向，即得往生。行者诚能一念现如，何须更论种种功勋？一切众生流浪生死，唯此一念，更无二念。乃至法缘啊，法正归元，成等正觉，唯此一念，一无二念。后面话还都是他说的啊，他引用啊，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的。这个一念不可思议，一念智心，这智心是真心的回向。一念很难懂啊，这个里面关键就在一念。一念就了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有328,000念，这个一念呢，就是这其中的一念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一念呢，确实都没有真正能体会到。啊，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是一个念头，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念头太粗了。啊，一弹指的时间非常短暂。现在科学对于时间都是以秒为单位。啊，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？啊，我想有比我弹得更快的，至少能弹5次。如果一秒钟能弹5次，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？1600兆啊，单位是兆啊，1600兆。这个里头的一念，谁能够体会到？我们的念头太粗了。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，八地菩萨，他能体会到。这一念，也就是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念头，八地菩萨他见到了。那八地有善以上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、妙觉，
也就是大乘教里面52个位次最上面的5个位次，他们知道啊，他们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我们这个念头杂乱，真的把脑袋搞糊涂了。啊，有些鬼神比我们都灵光。啊，鬼神什么事都知道，比我们灵光，我们比他都不如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人都不如鬼呀。这鬼头鬼脑，现在人头人脑是比不上鬼头鬼脑。啊，鬼头鬼脑都比人脑聪明。这人简直不像话了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啊，过去人比鬼强多了，现在不如鬼了。啊，真的，那鬼修行比人修行的好，鬼修行比人修行的人多，成就也比人大。啊，和鬼修行往生极乐世界的不少啊，常常听说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认真反省，这人怎么做的？怎么连鬼都不如了？啊，所以八地以上那个菩萨，心可以说已经不动了，像止水一样不动了。啊，他能够照见。啊，这才真正照见事实真相。啊，这一念，这是一念才动，理念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没有。啊，这一念要是回向求生净土，哪有不生的道理啊？啊，而且决定是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不是同居，更不是这个方便有余土。啊，他说行者是修行人，这个地方就是执念佛人，诚能一念现出。啊，就是一念，没有疑情，没有怀疑。啊，这个一念信心呢，我们要培养啊！啊，就是一个信。相信自己的信德，决定没有怀疑。我们一般人常讲自信心。啊，大乘佛法里头。头一个就是要建立自信心。欧耶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给我们讲信，啊，他是用信愿行贯穿全经。啊，无量寿经不长，它也有三分：序分、正宗分、六通分。啊，他续分里面分三段心愿行，正宗分也是心愿行三段，流通分还是心愿行三段。说得好啊！而信，他讲了六种信：第一个信自己，第二个信他，他就是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。啊，第三个，信理，这道理；信事，第四个信因，啊，第五个信因，第六个信果。
自他离世因果，讲绝了。大乘佛法跟中国文化非常重视自性的。中国古人讲啊，本性本善。三字经一开头就用这句话。人之初性本善。我们要相信本性本善。大乘教里面，释迦牟尼佛教人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信不信？你要不信，你成不了佛。你不相信自己是佛吗？去头一个相信自己呀。我自己有佛性呐，有佛性的人都应该做佛。佛性是什么？佛性是觉性。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有没有觉性？眼见色，耳闻声，有没有觉？那个觉就是佛性。觉性是真的，不生不灭。身有生灭，觉性没有生灭。所以觉性是真的，身体是假的。学佛、学圣、学贤之所以不能成就，就是他对这个有怀疑。佛有觉性，我们不的凡夫哪里有啊？总是不相信啊！那这样的人，佛也没法子教他。佛有善巧方便，慢慢的培养你的觉性，也就是培养你的自信心。让你慢慢的把自信心升起来，然后你信他才管用。你相信阿弥陀佛，相信释迦牟尼佛。他们讲的这些道理，我们能听得懂。他讲的这些道理，我们能够落实在生活上，这管用了，用上了。所以不相信自己就一点用处都没有，天天听经也没有。所以只要一念心如，真正契入这个境界，或许更论种种功勋，功勋跟功德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其他的都可以不必学了，不用找这些麻烦了。就是一念心如就够了。这是讲你求生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。一生成就无上菩提。下面讲我们现在六道众生，一切众生流浪生死，唯此一念。这一念是什么？这一念怀疑，一念有顾虑。这一念错了，
前面一念性那是正确的，那是一念正啊，那这就成佛了。一念不正啊，不正就邪啊，就邪到三恶道去了，搞到六道轮回去了。啊，也是这一念。哈，这一念有正邪，一念有觉迷。啊，正是觉，迷是邪。啊，都在这一念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一念正是正确的，一念迷邪是错误的。这个正跟邪同时生起来的，啊，都在这一念，啊，邪正迷悟全在这一念。啊，正所谓语言不同。你要遇到佛菩萨，遇到圣贤，肯定你这一念是真。啊，语言好吗？这是近朱者赤吗？近墨者黑吗？啊，你有这么多人教你，有这么多人来影响你。啊，如果你的语言都是邪恶，都是不正啊，那肯定你就堕落了啊。设法界就这么来的，一念邪恶搞六道轮回去了，一念清净那是佛菩萨啊，声闻缘觉都在一念，没有二念啊。下面是乃至法真归元成等证据，唯此一念也无二念，法实法性。也可以说法是发起啊，还是讲发心的好啊。真是什么？真是真心，真就是菩提心啊。这个经上教给我们发菩提心，一想专念，一想专念呢就归元了，还原了啊，回归自信了。回归自信就是功德圆满啊，等觉再向上提升，入妙觉位，妙觉归元了啊。等觉还差这一步，妙觉归元了，回归自信了啊，成等证据啊，这个等证据就无上正等证据啊，这是妙觉果位，也是这一念，成佛是这一念，性如是这一念，性如的范围非常大，事法跟佛法，正法跟邪法。善导大师的话，总在语言不同啊，语言太重要了。下面是大师引《大智度论》上一段话说：“行般若波罗蜜者啊，这就是修般若波罗蜜啊，
般若波罗蜜多半都是指的大乘菩萨六波罗蜜，这日常生活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不是啊，要知道。我们起心动念都有布施，起心动念不为自己，起心动念都为别人，这不就行行布施吗？啊，现在修布施波罗蜜，啊，言语，啊，说对人有利益的话，啊，帮助他开悟。帮助他改过自新啊，这些善言善语、和颜悦色，全是布施啊！啊，这个四德里面，你看，随缘妙用，你想是不是布施？如何制止，是不是布施？那威仪有责，就是做好榜样给人看，不全都在布施吗？啊，布施不一定是施财施物，不是啊。我们笑面迎人，对他都是布施啊。啊，反面的也是布施，布施不善的，啊，板着面孔很难看，叫人看到了害怕。那也是布施啊，所以布施里头有染净，有善恶不同。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干这个事情，自己不知道啊，果报不一样啊！啊，善因有善果，恶因有果报。啊，我们每一天所造的业，对于社会、对于大众还是布施。啊，所以说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啊，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都在日用平常，在生活当中，没离开生活。啊，没有离开工作，没有离开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修学大乘的，慢慢觉悟了。我们走在路上，看到树木花草，我们以尊重的心对他。以感恩的心对他，不都在布施吗？啊，布施这一些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呀、啊！啊，这种好的布施，山河大地不会出毛病啊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处处用贪嗔痴慢疑来对树木花草、对山河大地，山河大地就出乱子了，啊，灾难就发生了。啊，菩萨是波罗蜜如是，普贤菩萨是大愿王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何尝不如是呢？啊，全在日用平常之中啊。啊，你要真会了，这叫行菩萨道。啊，这样才真正符合大乘经教里面所讲的四种辨识，它的名字叫四悉檀。悉檀是梵语，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悉就是普遍、平等。啊，
贪就是不是。啊，我们知道啊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自自然然，从自性里头流露出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啊，这样的心情居住在这个地方，跟居住在极乐世界无二无别。啊，所以中峰禅师在细念法事上说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心是佛心。啊，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，哪有差别？所有一切境界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识是分别执着，有分别执着，它就起变化；没有分别执着，它就没有变化。当我们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，我们这边的山河大地跟极乐世界就没有两样。极乐世界的居民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他都没有。啊，所以那个世界你看不到一样东西有变化，除了七宝池里的莲花大小不一样，光色不一样，只有看到这有变化，其他的看不到变化。啊，七宝池的莲花变化从哪来？十方世界念佛的人，求生净土的人，他发一个心，七宝池就有一朵花，花上还有他的名字。他念的功夫很勤，花就越念越大。啊，将来他往生，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去接引他。所以他那个花的光色大小天天变化，哪一天都不念佛了，改信别的了，那花就枯死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其他的看不到变化了。啊，于是我们就知道七宝池里的莲花是看十法界六道众生的。啊，他们的莲花。啊，宝池得水之外那是极乐世界的，那个没有变化。啊，这就是修行般若波罗蜜。啊，真干的人，一念能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诸山为尘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多少呢？像恒河沙一样。每一尊佛的教化区都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至少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多的，啊，有好几个，有几十个，乃至于几百个，啊，这些大千世界里面的微尘呐，谁知道啊？修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一念他全知道了，啊，这个东西啊，用现在的电脑啊，电脑当然不能比，从电脑里面我们能够得到一点体会，一点启示，啊，你看电脑的晶片很小啊，现在放在电话里面，放在这个
电脑里面这个晶片呢，大概还没有指甲这么大。它里面储藏多少信息？几乎全世界的信息的时候都在里头。科学成绩相当可观了，但是跟佛法比差远了。佛法那个一念，那一念太小了。那一念，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造不出来，它太小了，造不出来。你看看，1秒里面有1600兆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它那个有这么快的频率，每一个频率都有物质现象。都有精神现象，都有自然现象，而且是每一个这个念里面都包容变法界虚空界，这三种现象圆满具足。物质、信息、能量，通通具足，他怎么会不知道？这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说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可以融入这一念里头。一念就是法界，就是变法界。变法界就在这一念里头。所以这一念正，没有一法不正。这一念要邪了，也就没有一法不邪。它太重要了。这是说一念的它的功能，有这么大的功能。能速就是它能知。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3000大千世界大地诸山为尘。这种比喻释迦牟尼佛能说出，别人想不出这种比喻啊，想不出啊。说一念之力了，不可思议。一念就是一法界。如是念佛，即念是佛，这个念就是佛。念的本身，念本身就信嘛，就信就是佛嘛，自信佛嘛。非内非外，找不到内。内是从小说，外是从大说。中国古人有所谓，其大，大到什么程度？没有外。小，小到什么程度呢？没有内。大乘教的宇宙观，真的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像我们刚才说的，这量子学家发现的，这么一个微点，也就是一个光子，或者称它做量子，这么小的一个东西。它里头具足圆满的能量、信息跟物质，那小的样子是什么呢？
跟外面一样，怎么一个样啊？也就是跟十方一切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两样。就这个十方一切恒河沙等三千大千在哪里？就在那一微点里头。我们前面读过，普贤菩萨能进去，能进入微点里面的世界，到那个里面去拜佛，去闻法。那我们就知道，那个微点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又有微点，微点里头又有世界，世界里头又有微点，重重无尽，这叫其小无内。啊，这个科学没发现。啊，科学只讲的微点，微点里面的微妙，他没发现。佛经里头有科学，啊，有非常奥妙的科学在里头，啊，所以这个念就是佛，这个佛呢就是心，这心是真心，就是自己的本性，就是自己的本善。啊，所以它没有内外，啊，非内非外，它没有佛陀，佛陀都是从烦恼上讲的，无佛它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当然也没有解脱，啊，解脱了把烦恼解脱了，啊，烦恼都没有解脱什么。尽山河大地，十方虚空，无一芥子许，不是无量寿佛现身说法处。这告诉人，极乐世界在哪里啊？你明白了吧？极乐世界是变法界虚空界。所以极乐世界广大，中峰禅师讲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，一点都没讲错啊！啊，我们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，我们想见佛，我们念头一动，佛就现前了。佛有没有来去？没有，这本来就是死的。我们没有念头，就是没有缘，他不现。我们有这个缘给他的时候，他马上就现了。啊，所以大乘教上讲了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就在当下了，没有先后啊。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的，没有缘尽的，他就在面前现的。那不是从极乐世界十万亿国度这来的，没有啊，就在此地啊。当初啊，没有空间，时间跟空间都没有。佛如是，再跟诸位说，我们也如是，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。啊，我们这个身相从哪来的？当初出生的，就这一念生的。啊，佛没有时间，我们哪能有时间呢？没有啊。佛没有空间，我们也没有啊。我们今天所谓有空间、有时间的妄想着造成的，全是妄念。你把妄念放下的时候，时空就没有。你就得自在了。啊，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会衰老，为什么会衰老？你有妄想，
这个妄想就是时间束缚了你。啊，你被这个假象欺骗了，你以为有时间，啊，一年比一年老，你以为有时间，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？极乐世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这个老少的念头、生死念，它没有了。啊，念头没有了，这个现象就没有了。啊，现象从哪来的？意念变现出来。这跟我们讲道理，道理搞明白了，我们想想是有道理。于是我们就能像佛菩萨一样，有无量无边的神通道理来改变自己。啊，真的永恒不能变，那是心的本性本善，那永恒不变的。啊，改变的是你没有见性之前的修德。啊，把我们最重要的错误的思想要修正过来。啊，我们对很多很多问题想错了，看错了，麻烦全出在这个地方。啊，怎样才能把这些妄念，啊，错误的思想见解放下了？要知道，叫天下本无事。容人自扰之啊！啊，六道是什么？一场梦啊！十法界也是一场梦啊！六道是梦中之梦，你计较它干什么？啊，活在这个世间，像佛菩萨一样，有好很好，没有好很好，这都很好。啊，绝对不会起心动念，就不操心了。不操心，心就正常了，心就健康了。这心一操的时候，心就出了毛病了，啊，心就坏了。操心越多，那心就越糟糕，就越坏。啊，唐太宗讲，现在人心坏了，坏了什么？他操心太多了，从早操到晚，连晚上睡觉都睡不好。在操心啊，把这个世界越操越乱越混乱啊。古人你看上古圣贤无为而治，他不操心，天下大治啊，没有一样不好啊。啊，你要想这样想那样，全都想坏掉了啊！你要是什么都不想，一切恢复正常，正常是最健康的。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，有很大的学问。啊，唯有一念性如的，他知道。啊，一念性如的，他相信自己自信，他相信即念是佛，他相信即佛是心。他相信变法界、虚空界里头找不到对立，永远是和谐的，啊，永远是一体的，啊，整个宇宙就好像这个心念呢，把它编织成一体，啊，
就像网路一样。啊，这个东西你看不见，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啊，确确实实像网路一样集合在一起。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啊，任何人是任何时候动一念，整个宇宙都知道，这信息就传遍了，立刻传遍。啊，这是还原观身所讲的三种周边，第一种周边法界，畜生无尽，畜生是变化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随着念头在产生变化，含容空有，心量要大了。啊，真正要做到心包太虚，两周杀界。啊，因为我本来是这个样子，怎么会现在变成这个小心量？啊，一个人一个屋都容纳不下，你说你可怜不可怜？心量越小，啊，小到不能再小了，那就是地狱境界现前，啊，连自己都不能相容，这地狱啊！这一品。十方佛赞，我们就学到此地，啊，我们再看底下这一篇，底下这个24、25是这部经里头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啊，非常重要，三辈往生的24。请看经文，佛告阿难，十方世界诸天人民，岂有智心愿生彼国，凡有三辈。这是首先总标三辈，三辈，也就是极乐世界的四土，常寂光土不算，啊，只讲下面的三土。上辈往生的生十宝庄严土，中辈往生的生方便有余土，下辈往生的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所以有三辈。啊，三辈里面又有上中下。啊，所以就合起来就是九品了，啊，三辈九品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前品十方佛赞，乃诸佛称叹，愿之成就。啊，这是48愿里面，诸佛称叹愿，啊，阿弥陀佛成佛了，极乐世界成就了，确实，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不称赞的。盖于十方众生闻名发心，意念受持而
随愿得生也。阿弥陀佛，建造了极乐世界。用意何在呢？目的何在呢？是帮助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。六道众生不好度啊，这是真的。特别为一切六道众生建立这么一个修行道场。极乐世界是个大道场，修行道场。用他的悲愿呢，48大愿，加持这些烦恼业障深重的众生，帮助他们一生成就，这个功德可太大了。这是十方一切诸佛梦寐所希求的，没想到。不是没有能力，要晓得，诸佛如来智慧、德能、相好完全平等，就没想到。阿弥陀佛他想到了，他把它造成了。造成之后，每一尊佛都欢喜。你们把我的问题全解决了。所以难度的众生呢，诸佛如来都宣扬阿弥陀佛，就劝大家通通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把他应该度的事情呢，全交给阿弥陀佛了，介绍给阿弥陀佛了。都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。极乐世界是个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你到那边去接受阿弥陀佛教导，一生圆满成佛，一切诸佛如来的大愿就一桩事情，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是真因的。他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华严经上佛说过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众生现在的麻烦得病了，得什么病啊？得3种毒病。妄想的毒，分别的毒，执着的毒，这3毒啊！这个事情可麻烦了。能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彻底放下了，你的问题解决了，可以分段放下的，你看这3倍往生，下辈子完全反复没放下，待业往生，了不起啊！待业不能成就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。见思烦恼每一段也能往生，也能接受他的教诲，太难得，太难得了。往上去不稀奇，十宝图不稀奇，方便图也不稀奇，最稀奇的是
凡圣同居土。啊，他有办法叫凡圣同居土里头严重执着的这些人把执着放下。啊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的时候人贪财。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贪财了。为什么呢？那财太多了，你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生命什么最重要啊？不是财啊，财有没有没有关系啊，最重要空气啊，没空气十分钟就死了。什么人贪空气？没听说哪个人把空气好储存出来啊？为什么太多？西方极乐世界财太多，你要金银财宝，人家黄金是铺马路的，有没有人到马路上去把那个白玉拿出来藏在家里？带在身上没有啊？黄金是铺马路的，宝石是珍贵的不得了，人家建筑材料。啊，建筑材料是这是珠宝，太多了，所以不贪了。贪的时候被人笑话。啊，阿弥陀佛这一招很厉害呀！啊，让你所有的贪心到他那边去，全都消失掉。啊，你这边是饮食男女，啊，佛知道，男女会造成情执，很麻烦。凡是到极乐世界去往生的人，全部都是男生，没有女人，而且身相呢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啊，不是32相80种好啊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啊，你的穿着想穿什么衣服在身上，不要去买呀，表示自然变化所作啊，所以你也不贪着了。啊，家里头也不要用保险箱，也不要用衣橱，我说太麻烦，一想穿在身上了，不想它就没有了，不见了。啊，饮食也是不要厨房啊，想吃什么东西，不要为饮食摆在桌子上，不想吃的时候没有了，不见了。啊，也用不着洗碗、洗筷子，不需要了。所以什么贪心都没有。啊，你住的房子干干净净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空旷。啊，客人来的时候要座位，念头一想，哎，座位已经摆齐了。啊，客人走了，座位也没有了，不要收拾啊。啊，到哪里去找这个环境啊？只有极乐世界有。啊，诸佛如来都做得到。啊，就是没有替六道众生想到。啊，这些事情在我们六道里头也有。欲界第五层天，化落天。啊，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变化所作，化落天。啊，不需要的他就没有了，真的跟极乐世界一样。啊，所以欲界天人可以做到阿弥陀佛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，第六天桃花自在天，他想要的东西不要自己变化，他一个念头，化落天人晓得了，马上变化来供养。啊，第五天来供养。啊，天人说不需要了，自然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。欲界上面的两层天能做到啊？
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本愿为神，肯定比欲界天殊胜的太多太多。欲界天怎么能跟佛相比？所以用这种巧妙的方法，让我们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，都不缺你，自然放下。这一放下就见性了，见性就成佛了，妙极了。所以诸佛称赞，也就是希望诸佛替他招生，他在这办学，办学教学，设方诸佛帮助他招生，向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净土三经，三经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劝我们放下万缘，求生净土。世尊如是，十方如来也如是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他们的六道众生呢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极乐世界往生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每一天往生那个人数没法子计算。我们听了之后不要起疑虑。为什么呢？把极乐世界这么多人，那不吵吵闹闹的算了，我不去了。我去找个山上躲起来去修行，那你就错了。你完全错了。极乐世界之大，极乐世界的理想没有一样不如愿。你到极乐世界，你不愿意看到那么多人。你想一个人在这个山上或者是湖边清闲幽静的环境，你到那里去，你看到就是。你看不到有别人。你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出现。你不想他，阿弥陀佛就不见了。这个世界，样样是能如人愿的。真的是非常非常稀有难得。那这一品经呢，则论往生者因行之类似。这一品就是24品三倍往生。要跟我们讨论呢往生的因行。往生是果德了。我们要想得到这个果报，一定要修因。因殊胜，果才微妙啊！因行的种类、次第，盖以凡夫闻名后。这个地方我要特别重视啊，都对凡夫讲，我们有份。我们听到了，信愿有深浅，法心有大小，真的是不同。我们听了，有人信得深，有人信得浅，
深浅差别很大，所以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品位不一样，啊，四土三杯九品，个个不相同。啊，还有持诵有多少？啊，持诵是写，啊，受持读诵不一样，每个人用的功夫不一样。啊，修习呢有勤度，有人很勤，有人很懒散，种种不同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如此。但是西方世界很特别，确实有这些现象，但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一加持，这些现象就模糊了。有没有？真有，但是你看不出来，你好像每个人都有高度的智慧，每个人都有圆满的福报，每一个人都是大德大能，那是弥陀加持的，不是自己的。啊，就好比我们这个世间，啊，灵魂到世间来投胎，他投生在帝王家。一出生就享受荣华富贵，不是他的啊，那是他父母给他的啊，那不是他自己有能力得到的。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享仿佛如是啊，生到阿弥陀佛家里了，做阿弥陀佛的子女，阿弥陀佛是世间大富大贵，享老子的福。就这么个道理，啊，不但享他的福，还享受他的智慧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享他的福，我们跟他一样了呢？到十报转眼图就一样了。啊，凡圣同居图、方便有余图，完全靠加持。啊，自己未能转识成智，换一句话说，自己真的是凡夫，不是圣人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，对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就到十报土了。啊，十报土才是自己真正的心得流露出来了，啊，这个不靠佛了，啊，自信流露了，自信所流露的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啊，无二无别，啊，先是蒙佛加持，以后真的跟佛一样，这是西方世界无比殊胜呐！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这个事情啊！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，没讲过这个事情啊，只有极乐世界有啊。所以世尊讲经，在经典里面提到极乐世界的，大概有200多种书经典啊，常常提到啊，净土三经是专讲，特别介绍，而特别介绍里面最详细的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又是多次宣讲，不可思议。
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，一部经就讲一次，没有讲第二遍的。但是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讲，啊，不止讲一遍的。古人根据现在留下来的这个五种原译本，至少是三次。啊，因为看到这个经本里面差异很大，如果一次讲的翻译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异。啊，证明世尊多次劝说。那还有释传的七种，如果释传七种的时候，要是能发现的话，可能还有更多的差异。啊，所以现在古大德肯定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三遍以上。我们继续往下面看，众生之续根有无量差别。续是所修的善根不一样啊。弥陀经上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善根少了不行，福德少了也不行，因缘不具足也不行。三个条件凑在一起不简单了、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闻到净土还得三个条件具足，你这一生才会成就。啊，三个条件不具足，你这一生没分呐、啊！啊，没分要晓得，还要搞六道轮回。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我们要想超越轮回，在这一生当中，啊，这三个根如果有不足的地方补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可以补得起来。用什么方法补呢？幸运持名就把它补起来。我们真干啊，强迫自己听经闻法念佛，听经补善根之不足啊，念佛呢补福德之不足啊，缘有了，缘现在我们遇到了。啊，你遇到慧济本，你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你缘具足了。啊，遇到，你相不相信？你能不能懂？这是善根。啊，我不能相信，我好好去读它。遍数读多了，慢慢就相信了。那我说道理明白了。啊，佛四十九年讲经，目的在此地，帮助大家断疑生信。这是经典第一个目标目的啊。啊，四十九年讲经教学。目的在此地啊，我们今天多听多读，慢慢相信了啊，善根补起来了啊。福德是什么呢？一向专念，一向专念是真有福啊，大福德了啊。
前面讲得很清楚啊，不必再修其他功德了，这是圆满功德啊！你只要肯念佛，什么功德都圆满，都具足了，你还要它干什么？其他的用不着了。啊，真正肯念诵无量寿经，真正肯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啊，那就是你天天在修圆满的功德，真能消业障。啊，至心前面讲了一心念佛，啊，一心里头没有妄念。没有杂念，没有怀疑，这样念一声佛号，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佛不说假话，你天天念，念上几年，无量劫的这些罪业全都消掉了。啊，业障消掉的很明显，为什么呢？身体健康。那你相貌改了，精神振作起来了，啊，这个都是瑞相啊，眼前的瑞相啊，啊，我见过，满头白发的老人。他听我讲经，他相信了，他认真念佛了，念了两三年的时候，头发黑了，哦，非常高兴，满面红光来看我，是，头发变黑了，啊，可不可能？可能呐，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嘛。啊，以前的心不善，现在的心纯净纯善。啊，你还有寿命，啊，你寿命还很长，所以你健康全恢复了。啊，不需要用药物啊，现在的药物都有副作用。啊，真的少，假的多。怕上当，所以尽可能的不用药物啊，我们用全心全力来调养啊，头一个相信自己啊，自己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。啊，把阿弥陀佛放在自己心里，把心换掉，啊，换成阿弥陀佛，最健康的，啊，无比殊胜的。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三辈往生是阿弥陀佛，随便念一法，一门深入，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你得到了。啊，我们看这个地方，这里说得很详细。众生之须根有无量差别，福德因缘业福各有殊异。你看这三样东西啊，须根、福德、因缘，各个不相同啊。人人自别，各个不同，故知。十方众生往生者无量，
其品力也无有量。三杯酒品是大分啊，细分呢太多太多了，说不尽啊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为什么说不尽？一个念头是一个境界。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，1600兆个念头，念念不一样。善念是天堂，恶念是地狱。啊，我们念佛念西方极乐世界，亦复如是。啊，要知道，极乐世界真正的因是我们的自信。啊，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啊，极乐世界就在本自具足里头。哪里来的？我们自信里面的极乐世界啊，自信里面的阿弥陀佛了，跟我的关系太密切了啊！这是真因呐、啊。阿弥陀佛发48愿建立世界是缘，我们今天念佛求生也是缘啊，因缘果报都没有离开自信。真的不是假的啊！关系搞清楚了，我们的疑虑断干净了，一点怀疑都没有了啊！我们决定到这个地方去，为什么？这个地方稳当、快速。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障碍，啊，在这里修行正果，成佛之后是道家慈航，普度众生啊，啊，那个时候有智慧，有神通，有道理，啊，有这本事，才能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成就特别快。啊，为什么？你学习不中断，你就明白了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没中断的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要吃饭，要睡眠，那就中断了。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吃饭，他又不要睡觉，所以他的时间一分一秒都不会浪费，都在学习，学无量劫那还得了吗？啊，世尊乃于无量不同之中粗标大类也。啊，讲三辈是粗标大类，于本经中分为上中下三辈，是为智略者也。啊，三辈过三则为九，则是观经中之九品。九品过含九，则为81。如是辗转推演，实实无量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要克实而论，它的品位是无量无边的。
啊，给你讲三比九品，这大了。啊，九品里头每一品又有九品，八十一品，八十一品里头每一品里头又有八十一品，无量无边呐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你知道这个状况，你翻过来，想一想。地狱，地狱也是这样的啊！地狱六说十八层，大分十八层，每一层里头又有十八层啊！再细分，每一层里头又有十八层，一直分下去，无量无边啊！我们现在晓得。一个善念就是一个天堂，一个净念就是一个净土，一个恶念就是一个地狱。那我们一秒钟有1600兆的恶念，不就有1600兆的地狱啊？啊，我们一秒钟里面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那不就是有1600兆个阿弥陀佛？这个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们就欢喜把恶念放下了。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因为阿弥陀佛善中之善，净中之净。啊，没有任何一个念头能超越阿弥陀佛。为什么不念佛呢？啊，念佛没空过啊！啊，现在现前。无论一切时一切处，想到就念啊，是念的时候忘掉了，忘掉不要管它，想到就念，想到就念啊，慢慢养成习惯的时候，你每一天念佛的时间就多了，不要计数啊，用印光大师的方法，句句清楚啊，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啊，计数只计一到十，用心去计数啊，知道我这句佛号是第几句。为什么呢？这样能摄心，杂念妄想进不来啊。你不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你念佛的时候还有杂念渗透进来，用这个方法好，他进不来，他一进来，你这个计数就乱掉了，乱掉了不算，从头再来啊，看你能支持多久啊，支持久战也不必管他，就是你不要分心啊，不要为这些操心，好好的念啊，会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啊，经语无量倍种，总跨为三倍。其往生后啊，品位虽显诸，若论其能往生之主因，主要的因，莫不由于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就这12个字。这12个字是往生的正因，是往生的秘诀。啊，菩提心后面会有详细讲解。
啊，盖此正本经之纲宗，纲是纲领、纲要，宗是宗旨，往生极乐之关键，就在这十二个字。啊，三倍往生，完全对凡夫讲的。啊，六道凡夫能够生到净土，啊，他的类别，啊，凡夫得生净土的类别，其愿行功德，是我辈祈求往生者之规范。啊，我们是六道凡夫，我们祈求往生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模范，是我们的轨道。啊，若真至求往生，这一句话重要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要真的，你一定是对两个世界有相当的认知，你才能把极乐、把这个娑婆世界暂时放下。我一心要到极乐世界去。我如果对娑婆世界还有一丝毫的情执，还有一点点放不下，就去不了。啊，我们今天的性被它破坏了，愿也被它破坏了，啊，念佛也念没有办法专一，啊，也就是妄想杂念多，功夫全破坏了。啊，所以对我们现前世界要认识，要搞清楚，对极乐世界也要搞清楚。极乐世界搞清楚，这一本是介绍，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要学，那要认真，要下功夫。啊，里面的生字就像胡晓林居士一样，字字查字典，把音注出来。所有的名词查佛教字典，一样一样把它查清楚。他很用功啊，搞明白了，决心下下去了。啊，囫囵吞枣不行，为什么呢？总有疑惑。疑就是你不能往生的病根啊，一点疑惑都没有啊，这个世间通放下了啊。有人告诉我，他的钱被人骗去了，算了，不要了，不要去想他。为什么呢？那身外之物假的，你去想他错了啊！若无其事，我清净心，我念佛的功夫得力啊！你怎么样伤害我啊？我都无所谓，你要全给你啊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很多这种情形啊，道场，你要道场，要给你，扫地出门，我们若无其事，那快快乐乐的，绝对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啊，我们当年离开台湾，道场不要了；离开美国，道场不要了。啊，走到一个地方，见一个小道，离开的时候不要了，心里都没有牵挂了。如果常常想着，你不是找麻烦吗？那想什么？那想六道轮回，那想地狱，就别想它了。啊，念头一转，我就想极乐世界，我想阿弥陀佛。
哎，我其他都不想，啊，丢得干干净净，啊，现前啊，无论是金钱财物，啊，名闻利养，有当作无想，别去想它，啊，有就放在那边吧，啊，谁用都好，啊，不要执着，那是我的，没用过。啊，谁拿去都好，你多自在呀！你没有牵挂了，没有忧虑了。啊，真的放下，彻底放下。我们这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才有指望。啊，一丝毫顾虑。一丝毫牵挂没有了，一切都随缘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我们就得自在了。啊，所以真知求往生的，则当依止，又如明鉴。时时对照，思欲累积。啊，一是什么？依照这部经典，这部经典像一面镜子一样。啊，我每读一遍就对照一遍，想一想我有没有做到？啊，我像不像法藏比丘？像不像？法藏菩萨像不像阿弥陀佛？啊，我生活在这个世间像不像极乐世界？有人说，那跟极乐世界完全不一样啊！啊，我的想法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！啊，怎么说没有两样呢？明明不一样。极乐世界人对极乐世界的环境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我在这个世间对这个现前的环境也都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跟极乐什么两样呢？啊，完全没有两样啊。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不一样，立妄想分别执着都一样。啊，极乐世界天天见阿弥陀佛，我现在天天心里是有阿弥陀佛，时时刻刻在念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没离开啊。啊，每一天读诵无量寿经，天天看到极乐世界，真的做到了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。所以思与累积这句话讲得好，我们要想，我们越是希望，我们要跟阿弥陀佛一样。啊，我们跟极乐世界一样，一样的，不要说他那边是黄金为地，黄金是假的。这个泥土也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假的跟黄金等于零，这个沙土也等于零，他们是平等的，没有两样。啊，都是这些基本粒子组成的，啊，排列的方式不一样，除此之外没有两样。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极乐世界是心想生，这个世界也是心想生。啊，我们对于心想，
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就平等了。平等叫一真法界。所以极乐跟娑婆不二啊，啊，是一不是二啊。我们现在在转变，功夫不到家，功夫到家了，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道理。我们明白了，方法也明白了，啊，现在必须要做到家，做到家里头，第一个要素，就是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就是这个，啊，那我们听佛的话，我们不是善根利智，没有办法同时放下。一步一步来嘛，先放下执着，不执着啊！真正能够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，清净心现前啊！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就第一个得到了，清净心得到了，得到清净心决定往生。为什么？心净则佛土净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。啊，再进一步，平等心现前，不分别。啊，众生跟佛平等。啊，冤家对头跟最亲爱的平等，冤亲平等。从这下手啊！啊，平等心现前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觉悟了，那个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生十报庄严土。啊，我们今天练这个功夫啊，在哪里？在日常生活当中练。啊，学还原观上是的，随缘妙用。啊，随缘恒顺众生，不要叫众生随顺我，我随顺众生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。在里面学什么？学不执着，这叫真功夫啊！啊，真本领啊！啊，不再有成见，不再有好恶了。啊，自信里面流出来的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万法也如啊，万境也如啊，当知净土称为一心道者。这是古大德常讲的，是与83999法门相交而言也。古人还有个说法，84000法门。啊，净土呢？净土是特别法门，84000法门之外的一个特别法门，叫门与大道。念老在此地是把净土宗
也列入84000法门里头的一个法门，所以他说其余3999法门而已。我们还是古大德讲的有味道。84000法门之外，叫门与大道。稀有难逢啊，唯此独一也，故称一也。也就是84000法门都不容易。为什么不容易？他要断烦恼，这就难了，我们断不掉啊。净土法门不要断烦恼，只要扶烦恼，把烦恼扶住，像石头压草，那把它压住就行了。断是什么？连根拔掉，那叫断。那个难呐，真难呐。石头压草，石头是什么呢？南无阿弥陀佛是石头。用这个东西把它压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，念头才起，立刻就阿弥陀佛，把它转变成阿弥陀佛，不叫这个念头去发展，去扩大，不许扩大。不管是善念，不管是恶念，只要是念头起来，就阿弥陀佛把它压住，通通都归到阿弥陀佛上。这是念佛法门无比殊胜微妙之处啊。凡夫烦恼习气深重，哪有不起念头的道理？他不起念头是圣人了，凡夫做不到啊。所以古人教导我们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觉迟了怎么样？你造业了。第一个念头才起，第二个念阿弥陀佛了，他不造业。这叫会念佛，这个念佛就真起了作用。不能不懂啊。所以真念佛的人，不是一天念多少佛号，不是的。是清净心，保持清净心，有一个念头马上阿弥陀佛压住。念头没有了，那佛号也就不必念了，那没事，恢复正常了。起念就念佛。这样念久了，功夫得力了，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，念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念到得定，这叫四意心不乱；念到开悟，叫理业心不乱。理业心不乱，跟禅宗大彻大悟，跟教下大开圆解同一个境界。全都是十宝庄严土。这后面是，若论其实，如本品说明，自知往生亦非易事。这是确确实实的。这一品三辈往生品里面所讲的。跟我们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真实的事啊。读了之后啊，你就晓得它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比起84000法门容易，
啊，是跟八万四千比较，因为八万四千要断烦恼，这个不断烦恼容易。但是，如何把烦恼扶住？你要是扶不住，纵然念佛念一辈子，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待业，待旧业，不待新业。啊，过去生中的烦恼能带去。啊，这一生当中，在往生之前，那些烦恼，最后一念，临终最后一念，是佛号，那你就都能带得去。如果临终最后一念不是阿弥陀佛，你就完全带不去了。啊，你还得随业流转，也就是继续去搞六道轮回。啊，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，哪一个业力力量最强，引导他去投胎。啊，为什么人死了之后堕到畜生？他糊涂、愚痴、没智慧。为什么有人死了之后到恶鬼？他贪心重。他虽然不糊涂，念念没有忘记贪婪。啊，有人临终之后就到地狱去了，嗔恚心太重，嫉妒心很重，报复的心很重，这就到地狱去了。啊，有人死了之后，他到人道来了，人道是伦常的心中。啊，念念没有忘掉伦理道德。啊，念念想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他到人道来了。啊，念念是慈悲，念念是舍善，这个人就升天去了。都是最后的一念。啊，我们试想一想看，我们最后那一念是什么念头？这个重要。把握最后的一念，就是决定往生净土。啊，真正想求生极乐世界，不能不懂这个道理。啊，这是关系我们来生。一丝毫都不能差错。啊，我们天天在训练自己。啊，训练什么？用这一句佛号佛烦恼。养成一个习惯，到最后临终一念是阿弥陀佛，我们就成功了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